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翻嚟收睇我嘅频道，我系云中龙啊。咁啊，今日国呢个日版龙珠又有新嘅超激战预告啦，哇，出得好密啊。OK， 呢只比达啊，咁啊咩啊，要咩用自己嘅力量踏入神嘅领域。OK， 咁应该最后咧系打神比达系嘛，应该冇其他属性。咁呢只究竟会打咩呢？以比達為主的超激戰呢，上一次只是出了一隻超三比達，那我就是力屬性的，那現在這一次呢，我想是會好像十倍界和平孫悟空那樣，那個武道大會專門打神的領域，那我覺得是這樣，那就是說之前那些男那些神比達都可以醒覺的了，那這個就不多數據，那接下來會打這隻東西，那究竟會怎樣呢？哇，真的很忙喎、啊！講真的，啱啱先完了兩隻嘅超激戰，而家又出新的超激戰，出得好密啊！真係冇乜時間休息。OK， 我睇下先。如果比達嚟講咧，我睇下咧，嗱，我估計咧就應該係呢一堆可能會醒覺啦。嗱，呢只星星可能唔會啦，呢只比達我諗唔會啦。咁啊，我覺得呢只咧，我有一隻男神啲股，係男神比達嘅，呢只可能會有醒覺。跟住有一隻力屬性，嗰只力屬性嘅男神比達都可以逆醒覺。最新有一隻體屬性都有一張喎，體屬性嗰張應該都得。有一張最新嘅技屬性嗰張唔知道會唔會咧？係啦，應該係神比達醒覺。咁呢張我覺得會有醒覺噶啦，呢張應該會勁抽啲嘅，到時會。好啦，咁啊，到時就同大家去睇睇玩呢個關卡啦。咁入版龍珠下一條片就打新超激戰。咁啊，未講話幾時出，咁就我會密切留意一下啦。咁啊，到時大家就一齊去玩呢個新嘅超級戰。好啦，咁啊，好簡單嘅一條預告片啦。咁啊，咁密切留意我頻道啦。咁啊，多謝曬大家今日收睇，再見啦，拜拜。